这边谢谢。来这边。之前是五十九公斤，现在体重大概多少？五十九。对啊，你上次不是说你从七十九瘦到五十九？八十啦，其实是八十啦。八十瘦到五十九。对啊。那现在最近有量体重吗？我还是一直维持在五十九那边。就是不管任何的瘦身，一定是要搭配饮食跟运动啦，这一定是要的。你饮食一定要控制，那一定要搭配运动。可是运动你不能要去重训，一定要先走路。走路。不能跑步，一定要走路。先快走可以，快走，可是不能跑步，一定要走路，快走。你先把自己的身体瘦下来，你才能够去做雕塑。每天走，不是一个礼拜，就每天。那你看，我上瘦那么多，那衣服要重买吗？因为你看，尺寸都不一样，腰围都没有改啊。我这衣服已经改过了。哦，改过是衣服要改过。那这已经去 Daniel Wang 改过了，回来。那是瘦下来之后，血拼买一些新衣服啊，因为毕竟我没有去血拼啦，我没有时间去血拼，因为我太忙了。OK。对。那女儿有没有说，妈妈你瘦下来比较好看，还是说她喜欢你？妹妹不懂，她只觉得妈妈很漂亮。OK， 姐，那方便问一下，事业线应该没有缩水吧？谁？我问你的事业线啊。有啊，那真假的？有。有缩到很困扰吗？会很困扰吗？不会啊，有就好了啦。因为我有就好哦。不是啊，因为之前真的太大了，穿衣服的时候很难就去买。我们部落南王就是很有名的阿三臭豆腐，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阿三臭豆腐，就去外面买臭豆腐这样。他就看我，那前面是什么东西？他说你前面是什么东西这样？是什么东西这样？我就看，我说什么东西？他就买啊，什么东西这样。